嗨，你好，我是 Simon。最近呢，就比较时常喜欢尝这个咖啡，然后呢，就是每一次都是大概是每个星期我都会阅读一本书，然后告诉自己是一个希望是可以认真的去学习。非常认同的一句话，终身学习。那么呢，如果你有好的书本，希望你可以介绍给我，好吗？在我的私底下留言，告诉我还有什么其他的书籍好阅读。我现在喝的是纯雅的咖啡，是蛮不错的，是吗？有机会我们一起喝一杯咖啡，阅读一下。聊一下，顺便也聊一下政治，也希望你可以在这个政治的这个道路上，或是这个平台上指点我一下，好吗？你好，我是 Simon。